欢迎我们的 Tito Miller 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以及我们的亚洲总代理陈迪小姐，还有我们的台湾总代理品红贸易的杨子怡杨小姐一并到我们的台上来。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格拉斯蒂米勒来到我们台湾2015的顶级生活展，为我们各位所带来的2015时尚名表秀，再一次感谢各位。那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如果还有捕捉画面的话呢，麻烦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可以整个来左边右边来移动，来麻烦帮我看右前方，好，帮我看中间，好，帮我看左边，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移动脚步来到各位。